桃园人气松饼甜点店，台中也吃得到 Lotilla 装潢有质感，遇到几组贵妇，口味看个人，在转角处很醒目好看。这次特地来吃季节限定草莓松饼宝石台中最新情报，请按此加入翻转甜点台中地址，台中市南屯区惠中路三段74号，电话 04238-22668， 营业时间星期四 Tilda 星期二9点到20点，星期三11点到20点。翻转甜点 FB， 请按此。色调搭配不错， Tilda 以木质调和绿色白色为主。甜点展示柜里没有将甜点摆出来，有甜点牌子可以看，等客人点了才送下来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变更，不然冷藏柜里面都空空的。黑糖拿铁140美元，天气微凉，来杯黑糖拿铁很不错。 Tilda 忘记跟店员说咖啡慢一点，因为松饼制作要一点时间。舒芙蕾松饼，魅力草莓，300美元现点现做。约需等候20到40分钟，有草莓、香蕉、草莓酱、棉花糖、香草冰淇淋。松饼有蓬松软绵，但是觉得少了点蛋香。草莓蛮酸的，没有香气。我一直觉得棉花糖口感和草莓或松饼不太搭，纯粹个人实际，不代表大众喜好口味。 Otilda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 台中西区乐事 La Room 后备锅煎松饼与茶香，有质感的空间。绿园道商圈美食推荐，台中无期 JS Foodies Tokyo 2号店甜点供不能错过的奇迹舒芙蕾松饼。台中港三井 Outlet 台中北屯 Kitchi 隐秘巷弄老屋日式松饼店，咸甜口味松饼都有，星期三六还可以逛逛楼上的32谷物店哦。台中西区 Porkside Cafe 船屋造型里好吃的日式舒芙蕾后松饼，和早午餐轻食